但知是摩诃波尔陀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皆空，从中出无住无往无来。化解现在又煮了啊，各位在拌拌摩诃波罗波罗蜜，在拌拌啊。那这种的拌拌呢，它用这个名词最尊贵啊，最至善，然后最为第一。这个各位啊，这个不知道各位你们自己有没有看看佛法？有没有？你都怎么赞叹？啊，是吗？赞叹南无咯，赞叹。啊哦，属于众生也没有，属于众地无有。啊，来赞叹佛法，你让他赞叹。有一赞叹释迦牟尼佛，哎呀，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也很好，对不对？那你还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嗯。哎呀，他、这个心得讲讲看呢。第二嘛，敢佛漏的鬼。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对三宝恭敬。事实上是我们要对千万数万那么多恭敬，当然我们以简单讲说要对三宝恭敬。各位，那三宝啊，对人啊是比较具体，但是对法啊比较不太具体。但是对法恭敬，那各位你都怎么对法恭敬？对法赞叹，又那又把它当成拟人的话，有没有？我才会称赞他。所以诸位啊、比如说了，比如说你们在诵经的时候啊，这个最经典的有没有评比？有。有没有？有。啊，比如说你们在诵经的时候最经典的有。啊，对，这样的动作是恭敬这种经典。啊，就好像我早上要起来讲课之前，有没有？我会向这个座位顶礼，有没有？都向都顶礼。但是各位，这都是恭敬。但是我说，你现在对法赞叹，对佛法赞叹，然后，但是你如果你没有办法对佛法赞叹，事实上要从你内心的升起恭敬法，事实上是困难。各位，就像说我们一般人。只会对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尊敬，这个人值得我尊敬，所以我会对他尊敬。一般人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对这个佛法，你没有赞叹他哦，你要尊敬他是很困难的，纵使你表面上的这样的尊敬，有时候一起对两桌，对不对？各位，人家在诵经，所以人家拿起这本经在顶礼。你也是跟人家一起顶礼，各位你要赞叹他。啊，这个赞叹他哦，不是呢哦，是嘴巴讲讲，而是发自内心。各位，是发自内心。各位，这个过去我的书哦，也是东看西看的啊，东看西看，然后一直到好好的去。读佛法，我就告诉我自己，这么好的书我不看，我到底要看什么书？对，这么好的书我不看。但是各位，但是你现在可能会东看西看，虽然你在学佛法，你可能会东看西看，甚至你会讲一句话啊，佛法没有写的多么一样。各位，这个一样的意思有很多种意思哦。啊，对，有一种一样的意思是饼干，你知道吗？
我看这本就好了、因为大本都同款。各位，这样一样的意思，并不代表说你真正懂佛法的意思啊。而是说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讲得太好了。各位，或许你们听我的课，或许可能还有这种感觉啊。像南投班的学生就听我上课也听很久了，所以他们常常听到我在课堂中当中这个不知不觉，各位说不知不觉的意思呢，不是不清楚，而是从我内心里面我给你底下功课，给你底下的赞叹佛法，然后同学都参加公司我一个会，你说我说哇哇哇，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多好哦，怎么样？哦，看他们的表情，就是这个意思呢。你我都要后悔了呢。各家情不自禁这样子讲，他真的很好。你曾经要有这种感觉，因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才告诉我这样的书不看，我要看什么书。各位，我们并不是讲说那些书不好。各每个作者写的书都是一番苦心我讲这一句话圣公给你毛下鬼所以当然知道他是一番苦心，对不对当然现象还是有差别的，智慧还是有什么，还是有高低的如果你把佛法读一读，你会对不由不能去赞叹，讲得太好，真的是讲得太好。有很多的概念我们讲不出来，甚至我们用我们脑袋想也想不出来。对，所以我们会常常让不知不觉的赞叹佛法。各位，你要做到这样，而不是有说看到经典你在诵经或是你在拜经你在做这个动作各位，就像我们说喜欢一个人或者称赞一个人，我们常常逢人就会赞叹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那各位，一样的道理，你学佛法你有这种感觉，说这个法真的是太好了，各位太好了，太棒了，对。然后你自己应该是有所领悟，你才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然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别人也不知道说他到底好在哪里各位，就像你今天读的这一本《六祖坛经》，你听六祖大师在赞叹，对，那你肯定是文字，对不对？你肯定是文字说六祖大师，对，这样在赞叹。简单这么讲，你没有吃到滋味所以呢，对，你不知道他好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佛法就是两样，对，当你明白的佛法是这样的一个两样，它能够解决世间的所有的问题，那你说这样的药好不好？但是你没有吃，或是说你没有去治好你的病跟你讲说这样是很好，你不见得会知道但是现在六祖大师已经跟你讲很好，对不对？因为他是过来人他是过来人所以诸位从内心去赞叹佛了，这一念无助无往亦无来各位，这个大家要注意，无助呢就是不要执着现在，无往就是不要执着过去，无来就是呢，对，不要呢，对，去期待未来。因为现在是什么？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假名，叫做现在。对，现在在哪里？无常。各位有没有？现在无常，现在在哪？
那你现在好你不用高兴啊，不好你也不要难过，对不对？各位现在在哪里呢？对，你只要继续，你只要嘛，对不对？好的活在当下，你只要从此刻开始觉醒，你只要从此刻 开始精进，对，不要再谈，或者说你现在有什么丰功伟业，你也不要谈什么，对，这叫做现在。一个人啊，如果停留在现在，他不但啊会有包袱，然后他也有他自己呢，对，啊，他也会到，他会感觉到他自己会自我膨胀。对，现在是什么？每一秒都是很公平的，我们每一秒每一分都是如此的。以无常的角度，对不对？任何的东西抵不过无常啊。所以不要说你现在有什么身份地位，你现在啊有什么样的资历背景，对不对？各位不要这个样子，这样你才会有对自大跟自傲。对，现在在哪里？坦白讲，对，现在不在哪里，因为根本是无常。那各位，过去，过去是什么？过去已经，各位，过去已经过去了。但事实上，它有影响到你呢，有没有？有。它为什么有影响到你？因为你抓得不放。各位要注意这个概念。过去事实上啊，以真理的角度，事实上是过去。但是以你现实的状态。事实上是你的心抓着它，所以它变成你的阴影，或是它变成你的包袱，或是它让你变成了对一种了对不对念念不忘的东西。所以你干嘛这个样子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呢？对，人要往前看。对，不要一直回忆在过去啊。那各位，你说过去呢，对，是甜蜜也好；你说过去呢，对，是一种伤害也好。对，甜蜜跟伤害是决定你要不要去抓它啊。对，抓它有没有？它就存在；不抓它，对，它本来就是过往云烟啊，它本来是过往云烟。但是各位，你说这么容易吗？很难。为什么很难？各位大家注意看一个问题，意识。请问你的意识是不断的累积，对，那你为什么不断的对你的意识所控制？就是代表呢，你抓的那个东西什么不放。我们早上所讲的，不要被你的经验，有没有？经验其实过去啦，对，我已经经历过啦。那你为什么还停留在那种经验呢？对，你现在上班觉得很无聊的，笑一下快点。各位，有的人嫌说，一种人嫌上班太忙，一种人嫌啊上班太累，还有一种人像他公务人员。觉得上班太无聊，啊，对，每天都做那些事情，对，也不刺激，也不新鲜，也没有怪力乱神，啊，对不对？各位现在所有的电影连续剧都要怪力乱神，打那个广告，必归必回。各位，你为什么会无聊？你为什么每天会一样？我告诉你，你一直活在过去。所以你才觉得每天都一样，各位，我告诉你不一样。不论我们现在做任何的动作，我们现在做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钟表师傅他每天要修理钟表，擦皮鞋的人他每天擦皮鞋。各位，如果你很狭隘的眼光看到他在擦皮鞋，他在修理钟表。这样的人生有没有？他会跟你讲说，
对，让我死吧，我不要活那么久。对，我每天做这件事情，让我死吧。对，所以书上有很多人的愿望是什么？对，啊，但愿他先走，你知道吗？因为你想想看，真的一样吗？不一样。但是你的脑袋告诉你一样，所以真的很无聊。对，有同学问我说：“十五，啊，你的胸口没烂吗？”啊，都一样嘛，对。刚当老师一样，对，那一直讲。啊，所以我认为重复呢，我就很认。好，啊，所以如果你到网络去听我上六祖坛经的课，我每一班所讲的六祖坛经啊，哈，非常多都不一样。哎，所以我刚才不会累。啊，对，因为什么？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各位不要停留在记忆的东西哈，你会讲一样的东西。各位要停留在当下的东西有没有？人事时地物时空背景不一样，对，当下想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啊。各位再来呢，对，未来。各位谈到这个未来，这是一般哦世间人最难懂的。比如说我们说理想、目标，各位我们最难，各位我们对未来哦，到底要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呢？对，是要以充满的心态吗？还是怎么样？各位现在原则上我们人或是有希望，对，没有问题。现在我们问题是掉入什么问题？掉入因为你一直呢，对，在期待那个未来的来临，所以你一直呢，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各位举个例子，你希望你退休之后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退休之后你希望你能够环游世界，退休之后你希望能够好好的学佛，但是问题你现在还不到退休。那你不是会掉入这个陷阱吗？对，但是当时间已经到了那一刹那，真的如你愿吗？那各位，那你为什么活？你为什么活在什么？活在说我现在30岁，好，啊，经过30年之后60岁我才会退休。你为什么活在这个陷阱？你活在时间的陷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那是没有错的。但是未来是什么？可但是未来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一直想到，各位，如果你一直想到说那对，啊，我明天要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说你今天到底，你现在到底你在做什么，啊？那各位，我们以时间的概念，各位时间的概念来谈，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针对明天来，今天针对昨天来讲，今天就是未来。嗯。对。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你感觉到哈，不断的重叠。对，那到底哪一天是哪一天呢？然后以哪一天为基准点呢？诸位，事实上都不是以哪一天为基准点，事实上是你对天。你一直被过去、现在、时间的观念所骗，你被骗了，哥，你被骗了。简单这么讲，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不谈过去，不谈现在，不谈未来。对，因为生命本来就存在。你明白那种存在的感觉吗？对，存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无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无终。在一个无始无终当中，你为什么要去变成一个有始有终呢？那诸位啊，所以是什么？所以今天错错在哪里？错在哪里？我们迷失，错在呢？我们把生命当中的整体
啊，变成片段啊，分割，就是错在这里而已。那诸位，等到以后我有钱，你才觉得生命有价值吗？以后我等到我博士班毕业之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吗？啊，等我退休之后，对，你才觉得说你才可以然后官员放下好学佛吗？诸位，这个都是你的妄想，对，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各位，你在听哦，我们在谈过去、现在、未来，你在听哦，觉得很简单。但是各位，我可以跟你讲，你观察一下，事实上，我们常说你胡思乱想，你注意看，你的胡思乱想使得哈、哦、不会逃开过去、现在、未来，对还是不对？对。你觉得简单吗？你逃不过嘛？你逃不过你自己所创造的这三个陷阱。好啊，所以你也想来想去，也就是说你在那对这三个名相当中都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诸位啊，就像有人讲说，被栽的火牙，火在什么？过去。哦，对哦，但是各位，所以你谈那个东西你有用吗？所以你谈那个东西你有用吗？那你说我现在犯错了，我未来不会再犯错，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未来依旧会什么？你未来依旧会犯错。啊，所以各位啊，所以你悔恨也没有意义，然后你对未来的提心吊胆也没有意义啊。啊，你现在呢，得抓着你现在自己的状态呢，也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不要回忆过去，不要执着现在。不要期待未来，那你说那时候呢怎么办？过一天，我还没讲完。我没说。对，这个要加以解释，这如果不加以解释，那我就做消息。这两个名词哪一个比较积极？兴奋。度日。它度日是什么意思？这样子的，他搭着你肩给他管，自在。这三个名词根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脑袋哈分别。对，随缘度日就是随着因缘生活嘛，对不对？嗯，对。啊，随着因缘生活，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随缘什么应分。对，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一切不就很自在吗？对。所以大家原则上一定要把它分积极、消极什么极。所以我刚刚告诉你们，这个了解了，有很多的概念哦。嗯。先问你是什么？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看错了，我的过
意画下面，嗯，我就故意画画下面，你就看度日，嗯，你就看境分，你就看自在，嗯，这样重点就在哪两个字？随缘，随缘下面才能够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你不随缘，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你就是攀缘嘛，对，或者说你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各位啊，你看认命啊，就有陶行义解释嘛，单纯讲认命哦，靠消极，对，行，详细讲认识自己的生命哦，靠积极，哦，我记得。啊，我是说随顺大家的概念讲给你们听，啊，你们认为说怎么样这样讲比较积极，那我们就怎样去讲。对，所以重点就是说，哎呀，什么过去啊，什么现在啊，什么未来啊，不要一直谈这个问题啊，好，不要一直谈这个问题，哎，好好过生活啊，对不对？就是好好过生活。对，对，不要好好的过生活。那你就符合今天的那句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各位，你用今天讲这句话，你敢跟我把人听，把人说困难，对不对？你今天讲好过生活，你都看过看到。但是各位，但是好过生活，事实上是不简单。各位，不简单的是在哪里？不简单的是我们没有尊重我们自己所有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诸位，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说哈，赶快好把牙刷一刷，脸洗一洗哦，赶快哈去拜拜。你觉得刷牙比较珍贵，还是点香拜拜比较珍贵？都珍贵。对嘛，啊，既然多尊贵，也要慢慢说，知道吗？对，哎，但是你觉得我这样讲，我现在上课哈，我现在上课你会回答，但是现实的人生，你不会做，你真的看看你自己，你的内在是对你现在生活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平等，对不对？啊，各位。难道你希望不平等单一吗？但是问题是你对生命的状态就是不平等，你的大事小事啊，什么重要不重要，什么具体的什么琐事，对每一件事情，对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好的做，然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彻底，然后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刷牙，好，爱板麻辣土，啊无对不？哎，华人子的嘛，会露掉，好，啊定定露掉无拄好，牙也会吐啊流血，对不对？啊，各位，啊你看有的人哈，有的人在擦脸，各有的人在擦脸毛孩子，对不对？尤其是男孩子。拿起一张毛巾当成抹布啊，一张毛巾当成抹布，他都没有饭碗，一千步。他都没有办法很满足，有没有？很满足的，擦擦脸。各位，你在干嘛？对，你不觉得说你在糟蹋，有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你就好好做，啊，不然就不要做。好，你有什么晦气呀，对吧？哎，你这些动作挑回啊，你这动作挑回。你接下来做其他的动作，但是其他动作你要恭敬啊。所以说我们说好用心生活，那个不是哈，你吹公共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教一个人哦，他的用心生活是什么意思？
跟一个人你看起来啊，对，其貌不扬，然后他也马伯金后呀，对，然后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很奇怪，你看到他就是一片祥和，然后就是对人生觉得很满足，你也讲不出所以然。各位，你为什么讲不出所以然？因为他知道这种生活是很满足，所以各位修行啊，事实上哦，这叫做百姓之用而不知，道就在身边，日常生活就是道，但是我们这些百姓，我们这些众生却不知道道，对，然后你要向外去求道，或是你要到道哪里，对，去寻觅。所以各位，你要从这里开始练习啊，各位，就好像我刚才在趴的一样，你会说啊，还是所谓哎，你有我苦啊。各位，你不相信，你回家有没有用很满足，然后不急不喜的心态起点？事实上有没有啊？不是只有你皮肤会好，对，你甚至眼睛会比较不酸啊，甚至鼻子会比较顺畅，甚至洗完脸之后就可以消除疲劳。对，那各位，那如果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细微的事情，你们都能够如实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得到的，不就这样子而已吗？那各位，那你看哈，我们过去认为说呢，每天要得到一些快乐的事情哦，都得不到。但是当你从大大小小每件事情，你都很满足的去做，你会得到一个相反的概念，叫我不快乐多难。那你为什么不要这个样子？啊，各位，不快乐多难。所以这就代表你懂啊，所以不要闷着头一直看经典，对，经典看了就要好好生活啊，然后它不是这么样高深，它是这么样的平常啊，这么样的平常。那这样你把每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叫做当下。不然过去大家对当下也只是口头禅会讲而已，什么叫当下，或者把当下的理论讲了一大堆呢，十个人讲十个人都不一样，这也没有意义。你会生活，那就是活在当下啊，你不会生活呢，有没有，那你就被当掉啊。三世诸佛皆同中处啊，诸位，一个人好能够达到这种状态，他为什么能够不停的在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他有智慧，他再也不会被他自己错误的邪知邪见所骗，所以他能够解脱，他能够觉悟，所以他能够成佛啊，佛就是这样，所以说三世诸佛，各位，这里面的三世，简单的讲，就是一切佛的意思，一切啊，一切佛的意思。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恼，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好，各位。那你现在要用啦，各位，你现在要用什么？你现在要用你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叫做大智慧，各位要注意这个概念哦。
如果你用你的聪明才智，有没有？那就一定不是大智慧。大智慧是从哪里来？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它，对，它不是你用想的，各位注意听哦，它不是用你脑袋想的，它是从内在，对对，取之不绝，用之不尽。它为什么能够取之不绝，用之不尽？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水长通流。它为什么能够如水长通流？因为它不执着。对，所以它就可以这个样子。那所以各位，所以好好的看看你自己的盲点、死角，对不对？你一定有这个概念，好。但是这个概念不是牢不可破，那个概念呢，而是你主观的意识形态啊，认为它怎么样的，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对，如果你愿意承认。你不再这么样的主观，它就会不一样。各位，它就不一样。各位，我举例子给各位听啊。各位，我举例子给你听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呢，对，哦，待公司哦，就是要有前途、有希望、能升迁，对，然后薪水好，然后有很多的福利。各位，但是如果你改变这个观念，只要这家公司对能够让我快快乐乐的生活，这家公司我就愿意待。哦，对，我所谓物以类聚，我只喜欢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那所以各位一样的道理，你果然就专门找志同什么道合。但是大部分都跟你什么？对，诸位，你不要改变这个观念。对，只要对，只要别人啊，不要太离谱都可以。因为我用太离谱啊，是比较含蓄的话。简单这么讲，只要别人不杀害你，我都可以跟他相处。把弹性换什么？换宽一点嘛，不要先讲你的是非，你就歪躲，好，对不对？所以各位，所以当你在公司不能升官的时候啊，你就那个讲你的是非，每个人都跑光了，你就升官了。好要厉害，你这个总经理啊，你嘛敢有？所以各位，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有个惯性，对不对？你要改变你的惯性，你要突破你的盲点，对啊，弹性伸缩大一点，你要说一定要怎么样啊？所以各位，那个。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对，我在当业务，当客户跟我讲说 no， 当客户跟我讲说不要，不用，对，我又问客户说你是皇帝，他说王先生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嗯？对，你都问我说我是皇帝，嗯、他说对呀、啊，皇帝讲的话是不能改的，因为皇帝所讲的话也表示圣旨，因为你不是皇帝，所以代表你的话是可以改变的。哎，所以我还是愿意相信你会给我买。所以跟一样的道理嘛，你的概念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样子，好像是不可动摇的，不是这个样子。那、啊、所以你的执着越少，你智慧的流露也就越多啊。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就像说这个水管被阻塞了啊，阻塞物少，对，那自然啊，自然这个出水量就会大，
所以各位啊，所以我说这不是求来的，从内在出来的叫大智慧，求来的或是经验的或是别人教你的方法技巧，那有时候是小智慧小聪明，而且他放诸天下不一定精准，而且有时候对那个人有用，对那个人就什么没有用啊，所以这叫小智慧小聪明啊，不要去学习这种雕虫小技。对，那打破，把打破这两个字画起来，打破，对，就是突破你的惯性。各位，突破你的惯性，突破哪里的惯性？突破五蕴，突破身心，你对你的身心世界的这种看法的惯性，所以你要有能力去突破。啊，诸位，你要驾驭你的身心，而不是被你的身心所驾驭。各位举个例子，各位比如说你的身体，各位你的身体有没有叫你去减肥？减。你的身体有没有叫你割双眼皮？没有。没有呢。对，你真的是不太乖。你的身体哈、哦，它只是告诉你，对，我要动的时候。你要带我去散步，我那个时候你要让我安静的躺下来休息，我肚子饿了就拿你东西给我吃，你的身体是这么单纯这么乖，要闭归闭管就舒服，我这些人躺得急一波东西有外面哭，你真的不用笑啊，很多人这一辈子赚的钱一半啊花在他身体，那各位身体的东西哈、啊、要让你花钱还比较明显，那心灵的东西要让花钱，有要上心理课程啊，要一百万知道吗？是哦，台湾都贵啊嘛，都贵好啊，对哦，像咱这无收钱一定安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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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但是我那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对叫你不要赚那么多钱，对啊，我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被你的身心所压抑迷失啊，实际上你要知道说你的身心是要什么，各位很单纯就好，各位那一天就像我看新闻报道一样，对不对？各位那个动物本来就不需要穿衣服，有没有？你就故意对去让它穿衣服，对不对？动物本来就不需要马杀鸡，你就故意去跟它马杀鸡。现在我那天看到一个更离谱的是什么？现在连那个狗它都有敷脸，都能用它的鼻子。然后对，然后敷一片好几百块。那不讲，那只不讲，那句狗说什么？对，世上他们不喜欢这样子。对，世上你是破坏我的生态，我生命的状态，对不对？你在破坏我。你说世间人谁必杀了？对，世间人谁必杀了？看到没？闭归闭关，这个狐狸。啊，我问你，你敢不敢你妈妈敷脸？
高钙不好变。哦，我吃杯起来就钙不好。对，好，你看我好吃杯对那动物有没有？对，说不定你在虐待它，它都累。对，你说不定你在虐待它。各位，我们人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哦，那各位，叫你对吧？叫你讲在运动，无论是健身菜，一般的菜唔，一般的菜唔行，去网络健菜，你就开心农场，我够无聊。我还是偷菜，可是偷不行哎。对。那个世界的人他在干嘛？你还是静态的静态的。我拿麦克风刚刚搞笑。那所以各位说你看啊，说你看啊，举个例子，各位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一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是相对的啊。对。但是你却把赚来的钱哦，对不对？并没有正当的应用，对，所以你不在折磨你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把赚来的钱，对不对？用在对更有意义的事情，啊，对，啊，比如说帮助对回收那些小孩子啦，之类有没有？对。对，我们的30块、100块，对，说不定就可以救一条命。对。你为什么不救呢？他把口关起来。各位，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真实故事，辛格勒的名单，有没有？好像很多都看过这部电影。各位，在那种状态，假设我多少钱能够救一条命，所以他当然愿意全部捐出来。如果用钱就能够对去换一个人的命，对，那所以你的身心状态，各位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呢？好，各位有人说要精神粮食，没有错，好，看书是一种精神粮食，听音乐是一种精神粮食。但是诸位，真正的精神粮食，就是跟自己和解。你没有跟自己和解，哪来的精神粮食？你一天到晚跟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概念，你就能够打破五蕴烦恼跟尘恼。各位，烦恼指的呢，是心；尘恼指的是境，啊，心跟境。烦恼指的是内在，尘恼指的是外在。各位，烦恼是你的心所生的，尘恼这个尘就是六尘的境界，啊，六尘的一个境界。那这样你的内外啊，你自然啊就没有障碍啊，自然就没有障碍。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各位，为什么要讲说变三毒为戒定慧呢？那各位可不可以改个字？各位，三毒为戒定慧，那个为可不可以改个字？可以改什么字？三毒，改哪个字？是啊，三毒是戒定慧。变了三毒，哪个字？三毒。烦恼即菩提，这个可以改哪个字？即。三毒是让即戒定慧。为什么三毒是让即戒定慧？为什么？三毒的心
跟戒定慧的心还不是同一个，同样那个心嘛，因为贪着而起烦恼，对，然后因呢，对，因戒定慧而什么，而菩提嘛。啊，所以各位啊，所以呢，对，所以我说你不需要求，啊，各位妄不用舍，真不用求，各位不用求物，只要知你就好，不用求物，只要知你，会知道你迷，知道你错。清清楚楚的知道，就在那个知道，就叫做悟。嗯。各位，那你说什么叫做智慧？我最简单的讲，知道什么不该做，知道什么该做，这就是智慧。好，没有啊，没有说这么样的啰嗦。善知识，佛此法门从一波人生八万四千智慧，各位这个一画起来，八万四千画起来，在旁边就写八个字，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为这八个字前面是有讲过，有大家还记得吗？一即一切、哎、这个出自华严经、嗯、各位这个一就是自己的自信，各位我们从自信生啊，对，生八万四千智慧，各位这八万四千在佛学的名字当中，事实上也是有这个名字，也意思说怎么产生八万四千智慧。但是各位，八万四千事实上是讲多的意思。嗯哼。对。为什么说它是多的意思？因为它没有障碍。啊，因为它已经不再执着了。对。所以他能够产生这样的智慧，他能够对，他能够好的来处事，好的来生活。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啊，尘恼。那各位啊，难道世间的人只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吗？当然呢，我往往八亿拿嘛。蛮要多还少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名相，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多的意思，在它有多的意思。对，那各位，那你先注意看。所以过去常常有人在跟我谈问题，我都会问他说，你的问题谈完了没有？我都在问他，你的问题谈完了。比如说有人他要来跟我讲说，哎呀，师父这个啊，问题在做翻译改，要怎么教？我问他说，那这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师父问第二问，阿弥陀佛等来，不要他口渴。除了第二个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啊，师父拢看不起。除了第三个问题啊。所以我过去哦，就会这样问人家，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因只有这三个问题，他都没问题。我说你要不再想一下。对，哎，但是只要点他一下，他就有智慧了。他说，哎，暂时没有这三个问题。好，我说是暂时还是只有现在想到这三个问题？他说应该是现在想到这三个问题。我说那你
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了，我再一次问你回答。因为你敢会无聊？恁同事、恁朋友，你刚刚在讲这，你敢会无聊？你肯定无聊。还为什么？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分嘛，你一定会无聊的，对不对？各位，你哪会无聊？可能倒来倒去，倒规世人嘛，倒袂了。你敢会无聊？无聊。所以我才要问说做的，慢慢来吃。诸位，你在迷，难道我要陪你迷吗？啊、哦，对吧？所以啊，大概要很乖的，那么大的纸条，下面你把它。不会破产。对啊，对对对，当你出边就是老师，对吧？出边就是师傅，告我出边。啊，嗯。各位，但是这里有问题吗？但是如果你一直把问题一个一个想，想到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答案。啊，我终于明白，现在没问题。对，啊，原来是天下总无事，庸人自扰。你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问题谈得完吗？根本就谈不完。你说是要怎么讲啊？啊，所以才跟各位讲说哈，对，知道梦就好了，不需要解决梦中的事情。知道是假的就好了，所以不需要那个去抓那个假的。你的做梦啊，啊，做梦，怎样做梦都开梦啊，啊，对，然后在梦中解决那个事情嘛，对，那是迷的，啊，迷的。若无尘恼，智慧常现，不离自信，这三句话起。所以你看呢，若无尘恼就是不被境界阻拦，对，不被一切的境界所阻拦。一个人只要他对他时时刻刻不被一切境界所阻拦，他的智慧不就常不得常现吗？他的智慧不就现前了吗？那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被境界阻拦，然后想要去求智慧，那了不可的。你不要被他转了当下，那就是智慧，而不是要被境界转去求智慧。没有乌云不就有阳光了吗？对，所以不需要在那一个乌云下去求阳光，你不需要。那各位，那你看你被什么转？你心有什么怪？你心有什么烦恼？啊，那各位，那我换个最简单的角度来讲，你以后不要问人家师父怎么修行，怎么开悟，或者怎么样解脱，你再反问他说，你有什么样的烦恼？你有什么样的障碍？各位，你不要告诉他怎么修行的方法，你只要反问他。你现在内心有什么问题？你先说你现在内心有什么障碍？你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你的内心的障碍，对，自己拿掉就是修行的方法。还需要有个修行的方法。但是他会这样问你。对，他说他会这样回答你，对不对？就是拿也拿不掉，啊，挥之不去。那说怎么办？那既然挥之不去，连挥也不要挥了。嗯。那是对，那不挥它存在，对不对？你认为有鬼，
对，阿妈那个时候金的卡久啊，我那没有，我那不认为有鬼，有没有？我都不会，对吧？我都真好鬼啊，对。你认为你有问题，你果然是神经病。我本来就没问题，啊，没问题就好，就不要再讲，对。有花有火，公开会来嘛？根本就无问题。哪里出了问题？知见，知见出了问题，邪见。你没有正知正见，你自己创造的问题，再来解决问题。你自己创造的凡夫，你再来修行见佛。啊，师父，我都痛苦的呢，要安怎快乐？对不对？你不要创造痛苦，不就快乐了？哎，你是不奇怪的，对不对？啊，对，师父谈恋爱很痛苦呢，那你就不要谈了。哈哈哈哈哈！你更苦。对。好干嘛？哎，你真的奇怪，对不对？对。啊，你说啊，这个讲一讲，我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啊，问题啊，对，这么简单的问题，世间的人啊，就是闹不出来，东闹西闹就闹不出来，一定要告诉你一套高深的哲理，你再干嘛？这高深的哲理啊，来来，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都把妈妈考，你那很浮夸，有没有？啊，按、啊、你就各种法门，你就慢慢修吧，啊，就看你怎么修。但是诸位，那个都是权巧方便，一度共恰共，就是要共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这个心产生的障碍，把障碍拿掉就好，就是这个样子，对。但是呢，吼，但是功上紧，功上紧，大家嘛知道嘛。啊，所以功较大，你咧感觉靠下过。好，那你看，如果你不被境界所转，当下不就有智慧了？对，你不是想见性吗？诸位，你想见性吗？我跟你讲，自信的离开过你吗？没有。是你给你把金对魔金，自信没有离开你，然后你到处去找，怎么去见性？物质华者，即是无念。各位在无念啊、哦，这个句号，得画一个句号，哎，这里少一个句号。这里就要分段啊，只是无念，无念是禅经里面很重要的嘛，重要不重要的概念叫做无念，无相无住，无念。各位，无念不是没有念头，无念是念念清净的意思。那为什么能够念念清净？因为他不执着的，不执着的，对，自然就清净了；执着自然就不清净了。对，所以这叫做无念啊。这个概念后面会解释的更深啊，我们把这个概念先谈到这。无意无所不起狂妄。无意就是不再有妄想的啊，意就是意想，就是妄想。无所呢，就是不再执着的。一个清净的人，他不再妄想执着。就像华严经所讲的：“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我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的意思是一样的。
不起狂妄啊，不再欺骗自己。我们今天会狂妄，世上都是唬人的而已，然后也骗自己。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以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来，这段话多画起来。来，各位啊，一定要注意看这段话。现在六祖大师教你怎么用啊，所以他说用啊，这里面的用，各位你当什么用呢？用自己的真如本性，用自己清净的佛性。各位就是把心静下来。但是我们一般人把心静下来。都是什么方式？对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上课之前，大家说，哎呀，那你们静坐一下啊，大家坐着，然后把心静下来，让自己沉淀一下，会这样对不对？会，我们一般的概念哦，我们都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形象化。什么叫形象化？这一开始有杂质，有油哎，怎么样？它就混浊。放久了它就什么沉淀，所以我们常常也用这种概念，然后把心什么静下来。但是各位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这样做？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跟那个法子一样。对，你就是透过时间哦，整固哦心的软绵啊筋骨。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各位心静下来，原则上指的是不执着，而不是叫你得故心轮啊，心轮结轮。对，同理可证啊，对，同理可证。好，如果你认为这样对你是有用的，那我再做个 P 给你听啊。各位，你再看一遍啊，悠悠嘞，就很稳着。放久了就沉淀下来，那对不对？表面上好像什么有用，对不对？对。啊，表面上，接着再调养，它要什么？它要稳住。你的心是这样。对，阿哥，阿爹的心，爹的心帮紧。还有你讲哦，坑嘞，马坚，阿拉有，哈哈哈哈哈，好了，阿拉有这个。他整个都普遍。各位，我们很多人的修行状态，就跟我聊这个茶杯的状态是一样的。你还是别来信。那买豆浆。所以叫你静下来的意思，不是讲哈。你即马坐，你即马坐较久的，点点来静落来，这种静哦是假。叫你静的意思是那个没有执着心就静，那一种才是彻彻底底的清净。各位，你要从这个角度下手，你不要活在过去你那种既有的模式。有修的哈，马安呢，啊无修行的一般人。也懂这个方法，对不对？各位一般人也懂这个方法，他只要做一下心就比较静，就比较不那么乱啊。所以他倒是有心思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心就比较静，意思都是一样。各位你在乱什么？对不对？你在还什么？你就是那个嘞，你就是在执着什么？所以我们学东西哦，贵不要当学，当学哦，减下，啊那个吼无效果，学会了吼骗了了，对不对？哦，你是我的睡眠在听，所以我给他就近，
所以各位，那你现在注意看哦，哇，书上很困难，我又没有开悟，我没有开悟，怎么有办法以智慧来关照呢？诸位哦，有时候你会有一线的生机，但是你错过这一线的生机，这一线的生机是什么呢？知道心中有执着，直接去面对这个执着，就叫做智慧观察。而不是说我好像得开悟，有没有？那我怎么有办法？我怎么有办法用我的波的智慧观照呢？可我刚才不是讲过吗？对，你不需要求悟，只要知道你迷，只要知道你迷，只要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子，只要知道就真正这个样子去观察，那叫做智慧观照。但是我们一般的状态就是逃避问题，鸵鸟心态，他永远不解决他的问题，他永远希望拿给外面的世界能够如他所愿。各位，为什么很多人读六祖坛经没有办法修？他认为说六祖大师所讲的都是国际上的话，都是开悟的人的话，有没有？我怎么修？我又没开悟，我怎么修？那如果是对佛是为悟的人讲的，还是你的人讲的？你的，当然是为你的人讲的啊。对，那六祖当然也是为我你的人讲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不要讲说，那六祖大部分公安呢，他不好懂。能够察觉自己的问题，不是有智慧吗？面对自己的问题锲而不舍，那这不就是一种观照吗？啊，针对自己的问题锲而不舍，那不就是观照？观呢，哈，就是以般若智慧；照呢，对不对？就是所观的境界。你现在境界是什么？就是你的障碍。对，那你为什么不看看这个障碍从何来？要从何去呢？你为什么不观照这个障碍真的有来跟去吗？再来，这个障碍真的是真的吗？你说你们都对我不好，就变成是一种障碍，对不对？难道这是真的吗？你说我过得不快乐，难道你天生注定他不快乐吗？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嗯。这个不是你的什么的宿命，不是你命中注定你这一辈子要不快乐。各位，为什么你会用你的脑袋来为自己的下一个诅咒自己这一辈子不快乐？怎么有这么一面的人呢？那各位，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说，对不对？世上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最快乐，世上这个世界的每个众生都很快乐。对，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对，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就没有能力这样想。那为什么你没有能力这样想？因为你的正见哦，随时会被推翻。所以就像说你在听我们上课，你在听上课，好像就有正见，有没有？你一下课为什么就没有正见？对，因为你没有定力，你没有功夫，所以一下子就没有正见，马上邪见就生。好，那各位，那你可以用用
用自信产生的智慧来看到你的问题。现在六祖大师讲说以一切法不取不舍，各位这八个字有没有重复在出现？有。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你在读禅经呢，这八个字太重要，你只要能够这样修，你就能开悟见性。那所以这一切法指的是善还是恶呢？都有。好，善恶都有。指的是顺还是逆呢？顺逆都有。哎，那各位，这谈的是什么？这谈的就是你的问题。你认为有问题，所以你要注意干嘛？问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没有问题。嗯，师父说各位拍位呢，拍位就是啥？问题。但是拍位本身没有什么，没有问题。你说别骂我们王八蛋，就姓王的每天吃八个蛋，啊，对不对？对，对，对，王八蛋是一个名词，哎呀！但是你认为他呀，现在问题来了，我认为你侮辱我，对，接着。我又认为你已经伤害到我的自尊人格，接着为了我的尊严，我要讨回什么公道？所以你就骂我王八蛋，你姓陈，你就陈吃肉蛋，我吃八个你就吃不用。各位，你干嘛？你看到你创造多少？对了，不是你创造多少问题了，而是你都一直认我了，你都一直认为，你在认为什么？去创造，就好像说师父他是凡夫哈，凡夫被安拉修在变浑浊，你哪来的凡夫？阿爸都认为我不是的凡夫啊。对，师父，他烦恼如何变成菩提？你就认为你就很多烦恼。但是各位，但是烦恼是什么？烦恼就是心念，烦恼就是你的念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念头？有。对，一定是有念头啊。你活着当然就有念头，谁没有念头？但是问题什么叫烦恼？念头干扰你，念头干扰你，你不能接受你的念头，你就会有烦恼。甚至你不能接受，对不对？你的念头带给你的压力，对不对？你就会忧郁症、恐慌症、躁郁症，心理疾病就是这样来的。各位，你的念头在不断伤害你，你知道吗？嗯。但是各位，但是不是他在伤害你，而是你认为他在什么伤害你？哦，这个问题很多。各位，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现象。比如说哈，我遇到一个现象，好多以后当思维，哎呀，这人说我啊，这个人现在对在说我坏话，实际上是这就是你现在遇到的一个现象，这个人现在在赞美我，就是你遇到的一个现象，对啊，我今天生病了，就是一个现象，我今天捡到100块还是现象，
但是呢，但是你不要被这个现象所困了，然后你认为他一直带给你怎么样，他在摧残你，他在折磨你，他在怎么样，所以诸位，你既然这么，各位你现在注意看哦，你既然这么会认为，你为什么不要认为说万我重？你为什么不要认为说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对，你为什么不要认为说我的道德情操是圆满的？你为什么不要认为说呢？对，你是一个最慈悲的人，你还关心？你不是那么会认为吗？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办法贯穿的去看到真正的自己？你不要以为念头就是你，虚幻一张。对，念头是从自信所创造出来的。对，那说他创造有没有？然后你就误以为对他是你，所以你没有见性。各位，见性之人，对，就是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不会被他的念头所干扰，而且他的各位不被念头所干扰，就叫做念念清净。你看哦，对，我从不执着念头跟不被念头所干扰过将近年。但是啊，你去问那个忧郁症患者，他事实上哈、啊，他事实上就是非常念头折磨。忧郁症的患者有很多忧郁症患有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常常哈、啊、会分析要自杀的念头，他动不动就想自杀，动不动就想对自杀，对恐慌症的患者。对，他的念头动不动都是想别人要怎么害他。但是各位，我们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并不代表你能够躲过你的念头。你也是在好、哦、你的念头就像枪林弹雨之下苟且求生。我坦白跟你讲，啊，各位，你干嘛这么怕他？所以我们最害怕的人还是自己，知道吗？各位，既然啊、哦，你要有自己，我就告诉你，从活在自己变成活在自信。自信是什么状态？我们姑且这么讲。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着念头，然后不被念头所干扰，那一种状态，那就是一种自信的状态。那你既然念头产生那么概念，六祖大师就跟你讲，你所有的这些概念就叫做一切法，不论是升起什么样好与不好，境界不取不舍，看到了吗？不要对，不要把它留下来，也不要赶它走，不需要留它，各位不需要留它，它自然会走。但是那个走了，其他的还会来，所以人家来来去去都不会，所以叫做课程。各位，你的念头就像什么？你的念头呢，就像旅行的人。自信就像什么？自信呢，就是自信就像那个旅馆的老板。旅馆的老板他不用搬来搬去，但是客人呢要来来去去，所以各位好好的当民宿的主人吧。民宿的主人呢、啊？
各位，你不要当客人啊！来来，记起，来来记起。啊，各位，所以有人讲说，人生像过客。我讲的更具体一点，念头像过客。那既然是过客，对不对？你干嘛取舍？所以你干嘛在虚实当中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贪爱跟憎恨。如果你想取，就是贪爱；你想舍，也就是憎恨。嗯。所以不需要贪爱他，也不需要憎恨他，因为他刹那无常，因为他希望不死，因为他缘起性空，因为他如梦幻泡。一个人能够这样修，对，他就能够见性成佛道。你听我讲，是无教你撇步呢，一直教你加修对啊。他每一段他都教你。你可以当不惯。对啊，啊，都满地翻金条，被杀无挂掉，啊，你还能够杀？你都卖杀就开光。哎，对，你必会讲，啊，你都知道本来无一物，那本来无一物，那是被杀上面，知道吗？嗯，公有在气吗？嗯，好啦，公有听吗？